一亩地的十几袋田，叔叔50块钱他都卖给我了。那你们不都光结的噻？结交了是差不多。我都不客气哟，结了哈。结，你们不光结。寻宝工程开始，你们猜一下，我那50块钱承包的那一亩地，十几袋田，是亏还是赚？收尾的十几袋没得卖上了，只有被市场淘汰。叔叔，所以说他都50块钱便宜处理卖。你看嘛，像那些十几袋在市场上，你们愿不愿意买嘛？你们那些被市场嫌弃的十几袋，我不嫌弃你们了，我把你们一下都带回家。哎，哎呦！看嘛，飞板，你在草里头躲起，我把你踩到哟。你们猜一下，我会拿那些其貌不扬的十几袋用来干啥子？哦，晒菜模式，正式开始。走，飞板走了，下午又来哈，哈。这个嫩黄瓜，飞板走，十几袋和姜袋都是隔壁邻居，要晒肯定要一起晒噻。哎呦，好贵呀！过两天就晒地了，丝瓜也是夏天的必晒之物哟。飞板走，接姜袋开始了哟。现在的姜袋正是最漂亮的时候。剪彩一色开始，好的，这儿可以，也可以。这个，哇，丰收的喜悦呀。个多了呀。飞飞走。你都开始下雨哟、真的是应了那句诅咒，这都是满满当当的100斤姜袋，包盖里面50斤十几袋，你说我花50块钱买得起了没得？划不划算？我一晒东西，它都下雨，好烦了。老师，那个给我它套起的，给我套起的不得。亮亮，你看得到路不？看得到，看得到呀、哎呦，谢谢你。嘿，亮亮，哎呀，大屁抽筋。谢谢。水汽凉干。晒菜我再也不怕下雨天了，我找到了一个好方法，就是这个盐巴。要晒的菜提前用盐巴给它揉搓，
重庆话都是说的是给他软一下，用盐巴腌制那个韩菜，还是赖婆婆教我的。用盐腌制过后，豇豆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变得更糯更脆了。看，那个颜色好漂亮哦。现在我要把那些豇豆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，方便晾晒。那个工程量有点大耶，看我捆得到77、49把不要。哎呀，77、49把已经超出了我的估算了，具体好多把我没说得成头。现在来弄四季豆了。像这样的方法做干旱菜，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。但是像那种方法就不用担心那种阴雨天气了，像那种阴雨天气那样旱菜呀，它都不会坏掉的。飞凡，你又把猫猫追到树枝上去了吗？啊，快走，边边去耍，不要把我那个给杠倒了哈！你那一排排豇豆还挺壮观的耶，我的豇豆晾晒好了，四季豆都等它晾晒到那个钵盖里面。过来。当今我会唱歌给你听，哪怕多奔水往沙林啊，换季的颜色。那些豇豆、四季豆终于晒干了。在重庆初夏的时候，想要晒干东西真的是难上加难，有77、49天有可能都晒不干它。还好听了赖婆婆的加盐晾晒，才保住了那些豇豆和四季豆。现在我把它收整哈，待会儿称重，晒干了过后到底有好多。豇豆捆成那样一小把一小把的，一顿拿一小把都够了。用包谷叶给它封上口，现在裹层，8.5，我晒了有216、17斤，哦，老师，还有捡坛子8斤，相当于都只晒到有9斤，缩水太大了吧？100斤晒了有9斤，那个四季豆儿。晒得太难看了，你们千万不要学我，不能够加盐晒四季豆，一坛干豇豆，一坛干四季豆，够我们吃一点了。飞白，走，今儿中午我们吃干豇豆炖汤，好不好？